请听杨振宇羽绒衫演唱的台词《妙金凤》第二九回《招商调戏》。揭发人之后，老将军沈用大致经济城东吴场张角李凤五家的马蹄得得当真逼回去，杀出们要行即位了。不过经济城门沈用是在逼回去老八年二十岁拿罪罚沈用是多点闭关的两路经过拖着，因为狗兵我来了闭关当差，做西人大将，你都放心跟我吧。大家听见神勇是俺一个么最好的不？所以我家的马蹄噔噔一路忙真是的来。八月中。桂花香，迎人路人马蹄慢。好嘞，山东去，等谁十岁给阳山。老将军骑笔马英达，他是恨不得乐生能能双翅大臂将。米几万一米，我可以把事没跟你来收得见。待你过到闭关，即安禄王莫讲，旁的小纪念几位的，我和湖南的事体毫不突出。讲讲细细讲清楚，我相信王爷起誓不肯吃人。这样发展也非合适，既然王爷来作主这发展好唱的发动发现啊，为什么要拘人啊？但是时机已经够了，发展的事情真有王家气才能给定的日可以包一包，所以非得心脏无挂带你个张子体一笔给笑想到给他们很发的一步苦到闭关。下人也说法无得过，那一天即进了妻子下水干哈啊，一年一年过了到几日子大太阳妹妹家妹妹家让落山，老将军沈用忙里的一哭急呀，为什么大老愈醉愈瘦啊？三
这过来个龙也最也马上。哎呀，真的不要最错自家，不拿到要门的心，有点黑天骂他吃力不杀。神勇将马看时，看见前头路浪向过来个人，马背浪向八岁公公，是家门的心，挨打的比鬼难追。啊，到闭关啊！哦呀呀呀呀呀，老伯伯，到闭关嘛，哪挨打罪呢？我到五月之前，革命头路上过来，有点小路，忙个小路上走，随时到闭关去。我到头路上一直过来到此地啦，到九地村。哦，咁是挨打过去耍难活。挨打到北京，整36里路。哎呀，神勇听见了眼疼。我要到闭关去，哪路到北京来？边浪向经济城动物场张家李文听家享福了。阿、啊、然，对阵神勇看看了吧？海南门西没法肯，拖着很多跟路走，结果么弄到是北京来。这笔时候那么呢神勇一周你的怎样记着龙错他们就一错就错他的次第到北京只有36里路大家几个模大个来外只有7里路阿卓先生要东家几位来得知闭关王要到得胜百思为少现在他喊了不见呢也未口气反正现在进王城龙城三十几里路进不见人去当去假使俄罗斯摩刚了狼不见的那么东家几位呢一定喊了狼说现在不了狼的那么你马上再离开不见王城闭关去你都很难不管我记住三个人说话真不见十干的得得马蹄一大路盲镇子一起这些丫鬟们已经到不见真衙门啊的得过这山跟他在来这个走大家在我摸摸大的雨的雨的下去为了五家的打进第一道就说举在浪向的人眼睛摸不住睛盯牢自个经济城的浪口经济城一哈虚个样都要见人道忙着你想起心里想住你的别舍得管可当起举在向个人人等我阿伟在给个人喊来了五楼高让你向神经哭杀人那么你在科技自我们一点自知说心里向的浪向这个水是接发上倒位机会的所以心绪一而就忙里向去那么急着举在里向人哪里后期我进丁老子进那个靠人狼客们过到几卦几卦地上就说你靠在里向有靠人咱们一空但你一时一样一特色我是一个人呢我是两个人假使说是两个你们拿米空在干啥一个人的手我们不带着喂这个靠人是那种三瓶喂房盖个门啊不能打出来那么多好的进来在干来进来是那种口急着么呢急着我不收下的恰准恰这人去的力度最错牛来几位来喊了一杯咖啡那么几位来分时间到闭关去几个调欧了王位圣友那么的不准几几位是我来在关这个都要在五个之后你一门心思要各奔闭关不晓得一车神绑着挂子努力挂到不准路上像比了更高一张毛病而且这个挂子吹了我几位来所谓的同地啊，谁就一空飞雷腾
他们机会来哭。龙德不仅来以下卡地毛病们在暗送举目无亲，可叫性命危险。那为何人去的是来一百卡地里，所以一百卡地不仅全家顶头一百，而老板不只有个老板娘娘，这个老板娘娘长得是三头一百地一股子进步，也要招呼客人，也要接掌收掌。不过老板娘娘还有点抠门，为啥？因为老板不这样。那种一般的家庭是他们中国忙不过来，那么你基于此心啊，现在说起来是一个呆子，好的自个开客栈嘛，客人来天气嘛都没放开目光盖看得中，请你做个艺人老板。但是该来该去分该种，哎，始终是未来一到此地客栈，你介绍老板娘娘一记一千心看中。礼物来介绍进来两个，一个肥把他走，谁让这个读书人就说三品者，老板娘娘没高兴啊，不能讲三品你会高兴，哎，你有你的想法，那发三品是一压肥把这个一把偷了呢，记住那三品困到了上浪嘛，和带过去根本不能照顾你了，我来啊好机会啊，所以晓得这个读书相公毛炳松跟老板娘娘不惜工本，请好个郎中带你看，几天兄弟要努力毛炳之为为恶。一旦伤恶症啊，他的伤还背不起啊，毛炳带着他的心情嘛，这个人快得不得了。老板娘娘讲，一步不是十步啊，龙门是不离吃。所以还有好个小菜不能是为了吃，而且老板娘娘亲自动手，啥门子不是一年年无来吃这个机会来吃，肥头胖耳毛病基本上像了老好处，所以隐居这个老板娘娘实际上一代底下你怕科技个别客人进来一个读书相公长迷空嘛，过得奇怪。现在努力领导路上下，我家里开好一个厨房，给上个新官布置龙地地形，让你多吃开始的路上实在比了，让神勇动武强经济成张角李鹏，虚实着让你多困我不回着。那么贵州是一个贵州的老板娘娘，因为一年年下来了，大概个读书相公一直个人现在看你毛病嘛，一年好一年，一年好一年，到今朝吃苦压饭嘛，老板娘娘保定种植，那把你开代过，对一代，要请来做一个艺人老板。中国在安排上，这比爱的中国也是，所以吃苦压饭当定之意嘛，老板娘娘勇壮担背。哦哟，今朝老板娘娘开着箱子拿出新的衣裳来，打扮得漂漂亮亮，身上像扎一套玫瑰红的斗鹅的裤子，胸闷的手一朵牡丹花，爸妈碎花子，另外再拿一块三八个球头，跟颜色根本就好看，一切在书里喊嘛，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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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忙进相公房间里来。不过你一路走嘛，一路哈拉拉伤心事。为啥嘛？该些辰光去个为相公，不去安困的。这是困这是哪还开心呢？而且随着俺去得里排队难讲法，不上人事，所以心里想哈拉拉伤心。哎，相邻的相公门口一口门，你想后光浪说出来，会还分困给。李丁子也想把妈妈不好意思呀，根本上人是中国不来的，所以李了浪子的爱他了孩子。哎，上水见红衣，开口告
乃生即未来，汉不走杀生意呀。来边人一听嘛，先过了理想让他退起。哎呀，上了不考我讲这一听嘛，说个男生急啊，你来的人跟我们男生刷钱刷你伟大，我是你经济经济称呀，那你的时间让刚死讲本身不上上市，哪怕进去约我还刚才我去问你到底是你今天为生死的对来被娘娘如果来的以后周岁一次去雨水两个水流对着门上去啊，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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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哒，李江是为了一听的云八门为背后无神丫头仙公是奴呀，哦对之娘娘也是给这里要声音听得说弟弟的老辈娘娘是我的恩公，我的要是你隐去的邻居，所以几位来妖精手掌声打过来竖起他嘎的门一开啊，对真娘娘老仙公啊分困的啦，是啊也请您带一下门大一大，地之娘娘请走请走啊，这么你要请走娘说几位来一口真着老辈娘娘出光一心的心意上忙上去这个让眼睛们的杀一两朵，哎呀龙不动啊，松光是不站着不知爱人光来之少啊，地之娘娘请走请走啊啊啊，也请到太后了太郎一放身体受定都这样啊，是那一句我也问上来那里嘞，什么是我都相公啊，你到底是姓喜呢还是姓金家，我是姓金啊，记住姓金嘛，你告诉哪哪个我说个喜的啥个，哎呀几位来想放在我父子一个子十一人乃生几位来不论老辈娘娘外头听见，我自个晓得呀，街里像个倒霉呀，老弟经济从电路出来我预备赶到闭关去一路之上，我自个一命改姓，随我老弟经济从的名字家用，自个名字不够高，否则那我就怕我的累出来，不过再一周你的份哎可以弥补的啊，对之娘娘是的相公，我们是姓真啊，过去嘛我曾经出姓到几家啊，出姓到几家我嘛是一字两条啊，所以一姓真啊一姓喜呀，我是两个代理这个代理刚说起来能见到喜金相公是了，谁子叫我经济相控也不翻啊，这就是第一期的都相控啊，是是个爱为分困给了你的身体啊，好家哦好的都了好的都了，我好的都在是啊呀，可那个七十代的确是孩子不是孩子，那么现在你高兴在你弟弟的辰光真正介绍人给是呀，后面的飞飞他你没有理由的，我说你不晓得啥个事体在来两个嘛，这他是一个，那一个面对嘛，现在乖个了，你可不是孩么子呀？是是是。那么口袋买的是那什么南龙发你，那么南已经亲自郎中身上了大内口饼，一个这个来是亲自两个的啦。哇！哎，这兄弟要是分分接个武器哇，嗯，那么具体兄弟要叫武器嘛，总是危害侬那点名没背出来。这不相公啊？一只娘娘。那边的孩子后年没太在。但是侬晓得个呀，你身体是不大灵光，那么就也补不是什补哎，是俺老农村那个些什么娘来补补，都是地主娘娘。哎呦，但是侬晓得不大好吃个。哎呀呀，你看他俩。都相公啊。是。谁家个这不摆那个米袋那喊个？哦，个这不摆个米袋，十口人火，好极了，好极了。我喊个。嗯。那么说你不这东西去喊你？西南口口呀，哦西给，那么金姐
可是账哪了？清真账你在哪了？哎呀，吃得我难为人子呀！可是清真账是好自己好功夫的嘞，我真不好意思。弟娘娘，好极了，好极了。我还给。哎呀，这些男士还问的我定心子，都先给我拿过来拿，再弄一只杭州些菜给你吃吃。哦。嘿。什么？那哈这个龙井茶叶菜，欢迎嘛，上个渔民去玩。哎呦，那这个把我吃，我是来衣服给我脱的，你这玩茶叶菜，欢迎的这个。我自家与同地不来，当然别去吃。因为我现在身边一个东西也拿不出，那这个姐姐我实在不好意思。弟子娘娘。啊。今年嘛，不要是次碰飞了。哎呦，董先生啊，你用不得这个不客气的呀！一再三么两再说话，啊，那么自家人们不关心吧？那么是自家人出来，听这个主办来上一个不当对了哇，没去。地主娘娘，哈，飞来碰飞啊，我要飞了地主娘娘亲自喷掉，实在故意不去呀、啊。董先生。哪个去我进哈子？啊，那么做点事情嘛，应该的。那么哪天你来定哈嘛，谁哈在啊是？是是是。老板娘娘做你的，我来听你做个老板，要夫妻嘛，有啥道理家？这个在哪里哈服役？那么我来珍惜也开上，把你这带带走。哎呀，大哥先生。地主娘娘。你阿晓得我现在辰光来，我个来意是啥？你阿明白了？这个哎呀，我晓得乖，都三公辈明白乖，你明白乖，都是三公么聪明人辈明白了还安子。这个嘛，几位来是耍人的，能安明白，留来顶来是我来读书人辈明白个辈明白，啥事体呀？一周年的嘛，哦，对的，来讨账子。我一到此地，地里向是伤病，那么你请郎中吃药，毛病好的龙虾才给我吃，房地肥的一包只要收起来买就过，我一个同意也分拿出来。为什么我身边的同意不能这个挂子才挂他个这样，囊托空空？所以真这么大概这个老板娘娘来讨个别房费的。不是这个意思吧？根本我阿爷是我不明白，跟哪说得成？这个是十分公气。不过你一辰光来他站呢，发了当开了，我拿不出那里呀。我心里想是非常感激呢，但是这个东西我将来百要万难，甚至于加倍奉还。那么现在呢？现在只能够闲话当中。讲得稍微恶臭的，对鸡娘娘，当先公啊，说是你真正大致的来意嘛？对，明白官司。小生哪里不明白之理呀、啊？哦，你是不明白的。是啊。嘿，都晓得你聪明人呀。明白的，明白的，明白。当先公啊，其实你明白嘛？这个嫂子不到这地当我说假，跟哪还讲？我要带带你挖得出，那么我当然讲，现在计划啊，你在咱们外内，我老夫这么智囊那么的少爷，李志娘娘，我这个神呐、不喜欢摆在嘴上讲的。这样做到心中一首嘛，最是了哇、心中一首最是的。是。这天定在不喜欢子。真是。来，别娘娘做你这个读书相公，但是外出来都没福气。哦哟，心里是开心的嘞。哎呀呀，你明白这么些好子。可是像来中国方式看着啊，这个同志呢，我将来中国未来个不会得拉个。哎呀，这是设立计划啊，李志娘娘。哈。请你讲一声。讲一声。是啊。哎呀，董先公啊。啊。那么来意，你还明白了？明白的呀，明白的呀。哎呀，你既然明白，怎么就别讲这话？那还别讲呢？房地产、房地计划、压地计划，你要说清楚，将来我未来会得设置我衣服给我个呀。
应该不个是麻烦哦。讲嘛一定要讲一遍呀。哎呀，杨大仙公啊，别讲嘛，也得为人家。你这个有啥难为人呀？我们去那个站，那么他咋个有啥难为人？第一只娘娘，这哪有什么难以为人之理呀？哈，那么再是各种事体嘛，也不是难当玩出来，上工是得水的呀。哦，哪个的一个？他站嘛去，咱们哪个女的？来，本娘家带乖带乖，个功夫再高，也不是能玩出来个哪个的一个呀？我们不能为了你，相公半夜闹事，还怎么就是这位？阿杜相公啊，这个不能为人改。哎，你讲啊，我半夜见侬讲。是啊。搿么相公啊，侬要说的呢？你讲这是理啊？嘿，就是你杜相公啊。第一句就不懂，三九年娃花正发，老板娘娘自家在那说，三九年七岁，像朵花刚才在那开放。这个天，他长大不上官，哦，大概挨打个风俗是这样，他长个之前，自家是要拜一拜年纪。哎呀，可是现在来想，到大三年要难忙啥子啊？哎，大兄啊，我今年46岁啊，你别讲为我啊，用不着的过。来去过来，听你讲。哦，弟子娘娘儿子提手哎。是呀。哎呀，开不出，开不出。说个可不是叫老贼。开不出，开不出。哦，我也可不出来。哎哟，来本娘娘开心讲，搿段时间跟我说的是后话语呢，是我可不出来。风刮负责罚奴年死掉各句高你有这位替他长于啥会不过是为了爱求你的你刚的一定有意思对气力上岸一笔账年资是无来复舍燕燕热都是年啊你一定要为奴高要斗气捏家的这样呢嘛暗暗隆隆的当当这里各个不来个我们各个懂的当年第一个啦是勾伤懂的一定这样意思吧可是心里想就你就老板娘娘内尽不放心我哪会过个种事情的我心里想不能给当年是高杯风杯但是以前的智囊想用不到这样讲不去也无本娘你好顶心的地质娘娘，杜仙公，你放心，这是哪吒，小神呐、这不为防恩逢喜的呀。这是呀，杜仙公啊，侬来这些个那个都命都一个。一场离中
来也没一个人在过，真正娘忙不住嘞呀。那就出不容易。嘿嘿，老板娘娘，你们三就是个女呀，家庭是一档，十杆头一百的一锅子要烫。对子娘娘，不容易呀、啊，你真是能折斗老，不容易呀、啊，不容易。都是个男生的孩子，不够闹了呀，事业上的这样。为什么？那么那是一女个八岁子哇。哎呀，想做你的男主子，我个男人嘛，我自己在还脱不男子哇。杜仙公啊，谁知真阳啊，哥哥们，哎呦，我真阳啊！哎呀，杜仙公啊！啊，玉芝娘娘，哎呀，别说自保，别说自保。为什么？这个女孩子是个难为人。哎呀，你们我太张扬，我替你同意的人啊，不过让难为的嘛，你有啥难为的呢？哎呀，这有什么难为的？你讲的是了啊！哦，这个不是难为人噶？是啊。听我讲啊。嗯。那么杜仙公，侬真的是的呢？讲的是的呀。杜仙公啊，嗯，你不要去追。怎样？不有个老板娘哎，我在这直播毕业，想说实在说不出口，搿到底不好意思的呀。杜仙公啊。嗯、啊，你说人非刚子吧？对，哪道理哦？那家门哦，别说的话，他也不讲，不少气气讲。跟老板娘娘脾气没时尚，跟那一点女女娘娘、弟子娘娘，你何必如此呢？经过将军是了哇！嚯、哦！嗯，老板娘娘带你口口，别也别来这种事。上了一日啊，你我为什么过？倒是人呀，嘿，有个种脾气的。上了眼，我先看看呢。将来做这夫妻，再难也还没，终于张张彩彩。那么张彩的辰光嘛，你就还说着话，说起来，哦哟哟，又不是我口中来，哎，你自个误上来的呀。那背呀背，怎样一句？那么哪里？还是口中来那个人哈？所以我说着话，啊，搞不里不多少个难为人哉。杜仙公啊，嗯。根本都不真的也是的呢。好吧。嘿，杜仙公啊，那我有一句王你胖哦哎呀那么几位来听听爱听当初几处我当时你的门路太窄了王那位人刚是让那位人刚这个说出来要害我带你做夫妻这个男来子所以几位来听听下个龙江随便呢想不到老板娘娘一路光来带上一桩事体真是臭事
不见，哎呀！分一女，戴金花。错牛来分真恩压本大牛分牛不是司马相如客狗嘴当老金卡山想偶日刻的一想提起出并在双引得他千亿佛乐真是否我方能的谁吃风声哎看可不民心永不放而且不能给得来为啥是我恩公我家是五百老百娘娘我来这世人给他毛病计划里也的这么难我只能给无疑非得不单而且为了求求你啊帝之娘娘司徒相公你方在宋江的是我们哪来阿德林家小生都乃聪明啊呀帝之娘娘先帝之东西风王子楼哦他为吕下一艘大招山你心口一否一否绿的道士官你刚才说的啥个王一胖的王三胖各种日你不给不必然后叫帮后光你们就是过物为此下呢上坡不能生人不能养物那么再告叫王一胖记得们帮后光帮帮下留点光我不能给答应那位那么再说乃于三个都一百地生物却找不谁我不能就不能给答应哎对这娘娘你是给家谁在我那样够分我谁想到你的主娘我早在家乡接路完
实不相瞒，我们在家乡早已配公亲了。哦，总算我来配子亲是的。弟子娘，你心灵我深晓得，说是勾搭，心无所谓，月然你毫无犯，命令一直作于日下，口一声字写下不起量，宋相生都难聪明。哥哥们，来白娘娘想不了，刚子半日给不答应了。哎呀，这么难受的你，刚子我们两个我来意呢，啊明白啊明白，明白给明白给，谁如错了还谁？哪得那位人子哟？这些怎么不开口？不过一想啊，要跟你做夫妻，不能让被当给，不人家做思想公爱讲之前，我到底是讲你记得不得？嗯呐，妹妹就再讲吧。对，啊，是俺个道理。哎呀，都不相公。嗯。你当真那么高兴讲的是我阿春噶？那么高兴是把你累累不相相个呀？哦。哎。我有个从累不相人来不来接得上？大概我刚才个分数一出啦，那么你自家落样子。我带来捋捋哈山顶好顶好那是路上弟子娘娘，我不知道方才你的说话吗？是与我失笑而已。是是嘛，都先公啊，别放了心囊啊。哎呀，都先公啊，那么哪里怪你呢？真正的怪真正你来宾的还是不是子玩？好的，来了个我真正凶心干，你还不能接得上呀？他们应该都完成这么样的郎中先生，七十重头要了满兵汉子。哎呀，我一家子来在去讲你这，还是那不去用这只几户人子这个。那么那不样不上完，那么有了那么在在去讲你，但是这人呐，那个自个实在对不住的，不住的。跟你三三三打，我去接接人子，说你来问我看上，说今朝要见我回去。那么我实在我不吃了五百万方。所以这个呢得来头先过来商量，请来阿奴的房为今的医药费不止那五吧。哎呀，那么真的来他早不答应之来。哎呀，那么那奴发现我们是奴夫出来的呀，我们奴得出我们来这为难的呀，根本没办法，这个来来就是弟子娘娘都先供啊，应当要奉为啊，是什么是呀，奴消失嘛，难脱空空，是真为不出来。将来们一定要封为你的，封为你的。哎呀，杜相公啊，你将来为我们，我们来不及之外。哎呀，被你个太子实在真不够了，我实在没办法，送你了门内一个呀。这个嘛，一只娘娘是吃吧？啊。这个两三天。哎呀，这个两三个天哪讲？等我。到大营之中接两我们家公的这加倍封为什么呢？这两年我以为也最不大动，但两三年稍微胖了一点点，我给他大人几只狗掉都落地人子加倍为难，这就好了。董先生啊，在大营里想进多少人啊？公的公的啊，到公的做少个三年的家？我们家公的不做生涯的，根本做什么这个家？嚯，说明我们家公的用风A 龙为王，在此地闭关作主啊！那老干的闭关作主啊？是啊！哎呀呀，董相公啊，你三平三的昏他了黑子啊？干怎么上个是闭关家？哈，这里不是闭关啊！哎呀，干怎么路上闭关？干怎么是不敬啊？这里是不敬呐！哎，不敬呀！弟子娘娘当真？你跟你说，告诉你，公子。真官
噗！哪一个丫头不进来呀、啊？丫头才不啊！开个哪门路去？一门你自个你老子才给他来个了。那么几位的亲戚个三兄三个亲戚陪来，说是一大子的头面挂着外屁的呀，闭关大山，闭关大山。那么自个后日晓得飞飞他们轰轰烈烈，现在现在马兵哈们也不用动，一直当是挨打是闭关。现在亲戚是不这么几位来挨他，这个啊，这个银子拿下，还有位置分我吧。我已经最初子路要到闭关龙，到北京来，你万一被老子来讨砸，这个嘛。哎呀，老三公啊，这个银子总也不能吧。哎呀，那么难办，难办，黑个多名瓜子。你批他个银子不要紧，是你不应该领到我北京来，我身边那有事体的，老子经济村的让街里让等我太白不起的呀。那么难办呢？啊呀，弟弟娘娘，我要到闭关时间到了，不见你还要来逼债么？哎呀，都是天公啊！那你这个妈妈不讲道理讲，你这个日子嘛，我不能输，不能吃，不能用嘛，跟人家也能来谈的了。哈、不过是我为爷来逼债的，跟不能管那无关。都是这拿不出来这笔用呢？你拿不出来嘛，没办法管儿子干，我跟他妈也为的。好。别的机会来实在没办法嘛，好的一样的是哪里？才是阿拉爱打才是吧？还不能够光老板娘娘，你还有急用呢。不理的别啥是真的是假的，别就这个我手里是要的。几个啥些道理？别的你想弄出来咋哈子？哈子当一当开，要么正光上门嘛，高下个品的妙金风。阿拉爱打叉叉衣服，要是肥不两银子的嘞，弟弟娘娘啊，我把这种东西第一压在此，将来我拿了银子再来索取。哥哥嘛，这就好了啊！老板娘娘一看，搿是银子，可是很贵，搿原本是家族的人啊，我想不到又是哪个么子来海了。妈也拿来，老板娘娘做一顿烧人也没么子了。为子那个人还能够呼吸那个人家，也来是个艺人老板。是吧？哎呀，大仙公啊，这样么子阿拉我咋？是啊，嘿，大仙公不瞒你说，谁日子大，再个个女生是拿得来一样么子比你会也多，甚至比你会也好了。他那个门里阿爷毛几两银子，你到我这些都毛五两银子还。我一笔他去来问我个呀，嚯、哦！媳妇来听起吓唬了，啥么子啊？三两么子加上五两银子，你不识货啊？哎，我当初听得出怪，阿来打你爹，不知弄的，你不识货，不识货，但那语气讲不清爽，啪，孩子给给，哈哈哈，这就是弟子娘娘，得登替你，嗯。一旦开门之后，我把这桩东西去当了，再为你。哦，开个门，这当当不是为我吧？嗯，这当也门在开门的了哇。是啊，我就不来是给。是呀，隔壁老地方进去要的谁也给。你还不说不要你来别找，这必须说话。那么几位来给，这一不好，那一不好，你要逼死了吗？哥哥们，来别娘娘一口，那么舒服都在，别在开心的光别别找。哎呀，都不想过啊！你三七年，三七年，还商量个了呀？反正我一根木脑，你自家落棚子好商量。哎，只要能给商量嘛，是万有余地了。怎样商量？都不想过啊！嗯，这个你答应老子，我根本就不耍嘴。哦哟，说来说去说到老路了，也害我都一个老板，我随便哪不答应。哎，李娘娘，我逢人之荣不能应允。嚯，你啥啥啥啥委屈不来是哟？根本没办法。都三公啊，知道这个吗？房外面的生意都全部拿出来，再是俺我去拿农房，你谁家来的那个农民家是一个子？你五个银子嘛，给他用不着来等嘛，你当我走吧。嚯，嗯，好，没听啥，我说卡林子。机会来中不中啊？预知即可。那时候俺们在等哪里会有张面孔了？好，
你叫我罪，我罪罪是了，不就是来忙着哪里一罪？那不能，别得罪，为了不不不，到有的有的去上帝哦，上帝也不难你，我也会再送我去。